哎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就是鬼王无惨，几个守卫没一个能打的，我今天就要灭了你们，看招！全体人员对鬼王发动攻击，全攻击啊，攻击！锦衣卫攻击，斗鸡啊！抛出丢出炸弹，瞄准他，往他脸上丢啊！我砸伤成这样啊！可是我很快就恢复原状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。但是我没关系，我很快就复原了。我现在就要来团灭你们啊！什么？你是花柱吗？看招！什么？脖子被硬住了。私怒ってるから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头被砍了！最强花柱取得胜利。